新年快乐，大家好，我是朱珍。新年快乐，大家好，我是朱珍。Happy New Year, this is Jane Maria。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划、紧张的拍摄和制作，非常开心能够赶在2022的第一天为大家献上我和全英43家主要华人社团一起助力北京冬奥的冬奥会主题曲《一起向未来》的音乐视频。一个活动的促成必然有幕前幕后英雄，在此我要感谢我的制作团队，感谢歌曲制作团队把我的演唱变得近趋完美，感谢视频制作团队，特别是剪辑老师和我在线上连续奋战31个小时。要知道在很困的时候盯着电脑看还要动脑子，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我还要感谢在每日新冠病例激增10几万人的英国，还到英国地标为祖国义务拍摄助力冬奥视频的华人社团，感谢一直以来指引和支持我的侨界前辈，以及对本次活动给予的大力支持。当然还要感谢所有参与此次活动的华人社团及朋友。这个视频代表了全英华人助力北京冬奥的心声，也希望大家可以点赞支持和转发，让我们共同走出疫情创伤，恢复信心，凝聚力量。预祝北京冬奥会圆满成功，我和北京冬奥一起向未来。预祝北京冬奥会圆满成功，我同北京冬奥一起向未来。Wish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a complete success.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and I,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.